发现了一个飞机。好，折一半，拿一张纸折一半。那，折一半，然后呢，再折一半。那你折它呀？还要再折一半。这是我先折的呀。是吗？不一样哦。一样呀。OK， 折了一半之后，再折一半，又再跟刚才一样。好了。又再跟刚才一样，什么好一样？这明明就一模一样了。OK， 然后开了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人在讲话，他说我跟他折了一模一样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呢是这样，然后呢，我再折多一半，不学会翻，然后呢再折多，这样再折一半。我要拍桌，有一个人在说，然后呢，跟一模一样就可以了，帅谁？看，是这样，就可以丢了，我新发现就完了。